乳牙期的地包天呢，还是分两种情况，一种小孩的乳牙呢是由于牙性的，它是由于一些不良习惯，比如说喜欢咬上唇呐、还有一些咬东西造成的，还有一些哺乳姿势不正确造成的小孩的那个乳牙反颌。对于这种牙性的乳牙反颌，我们应该发现以及早期矫治。早期矫治的好处就是，第一个防止它的上下前牙的意外的颌创伤，第二个呢就会减少它下颌过度发育的可能性，及早的阻断它的下颌的不良的发育趋势。那么对那种遗传性的，比如说像父母就有骨性大反颌的这种小孩，那我们强烈建议是观察看他的面型发育是不是遗传趋势很强。对于这种小孩，如果是遗传趋势很强的话，早期干预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还有副作用。然后我们是建议是生长发育进入一个稳定期了之后再进行干预。